好，欢迎来到小文模型室。那么今天介绍的钢弹模型是我们创造者系列番外篇《战斗风雨》里面出场的第一集里面出场的逆生钢弹。那么它的原型是以再生钢弹为蓝本而去改良的。那么再生钢弹本身的话，它可以从钢弹型变成钢加容器这样。那我们这次逆生钢弹的话是就很独特性，里面就包括有呢。那么这是右边这个是钢弹特型的概念，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钢加绒。那我觉得这次以一次钢弹能变成三种形态，基本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变成第三种形态的话，有点蛮勉强的，只是把腿往后收起来这样子。基本上以原本钢弹形态变换第二形态的话，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那它这个盒子的分量其实以400块钱左右的话，这个模型我觉得是超值得的，因为你看已经都已经崩起来了。好，那不多说，那先打开让各位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基本上钢弹模型本身打开里面它们都是素面的，那基本上现在钢弹模型做素面，基本做起来的话，色差没有跟封面看到的差许多。里面大概好像有八片还是九片多吧，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六片、七片、八片，总共是有八片多的零件。那再来是这次有位弟弟有提前做好功课，一个就是说，那再来是他逆生钢弹的话，就是里面也是会有一些都是跟自己以往之前出的再生钢弹就是一些是相同的，那有些多余，那多余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全部的自己的配合去搭配。那但是这本书，基本上这本书已经以 HG 来说，哦，已经比一般的钢弹还要大，已经摊开。基本是介绍我个人有兴趣的钢弹模型，那感谢你们这次的收看，谢谢啦，那我们在这里说再见了，拜拜。